没吃早餐啊。他睡到如果吃早餐，买就去吃了。他睡到九哎十点是不是？超会睡。那晚上还做噩梦。他昨天跟我去看电影啊。他昨天跟我去看电影。昨天中午啊？下午啊。一个人。我们两个人。好不好？金伯成，你昨天看什么电影？可可夜总会和野蛮游戏。同一厅哦。好不好看？对。同一厅哦。水灵啦，要是我下次炒，别再说了。那很贵，是不是？那个什么很贵？要吃鸡口饭，要吃口饭。小锅。小锅，生鸡要吃吗？怎么了？还在那么人家睡，更好的东西又不行了。好，不要说了，还要吃晚饭，我帮你养他俩哈。然后用笔。这里刚好都是手工的。那不是真的。不晓得。一定有道馆吗？不晓得。应该是有道馆，应该是神社，应该很多 CP 的吧。而且我来照一下姐姐，应该有道馆。吃两个，什么？你吃几个？当然是生煎包啦。这上面没有点牛肉面，大家帮你补加一个，稍等一下。要牛肉面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先不用啊。不用。先不用了，吃完再点，我们全部吃完再点。